Smoky， 只中一两发，再来一下 Smoky， 正义点了三发，头部命中。小梁的一个三打三，但是屠木之后有一个老六抓到了吗？只完成了一个一换一。盘局是一个二打，他球就打了一个圆点。可以看到 A 区的小黑已经是前压到一个非常深的位置了，没有交技能的包里，但是有一个掩体补枪，球就补掉了。他鬼斧在这个击杀以前就已经好，直接来展开。他只要不用漏，这个收稳可以稳定，导致对面拆包难度会很大。高点跳下来，哎，听到声音，准备丢收稳吗？直接叫鬼斧，他能看到暴龙器在这个角度。那这样的话，球球残局大师，不愧是你。用明狙化解对手的明狙，但是屏幕的持续时间可能刚好够他过点。对，刚过就要落了。这样子，包里的位置，康康，瞬间的反应。康康去了二楼，哦，头顶有人。刚刚的明狙依然让任何一个对手都为之胆寒。是小兵从背后打一人，美男碰到一龙，但是穿板给的非常不错，暴龙器在二楼打开的位置，这是对于 BLG 来说是个好消息，残局是个二比二，对，这里直接触发小兵，辽拳打掉了对手一人，而且电梯间就有一个幽影 ，Rain 就在脸上，小编一滴血完成了一个四杀，而且仅仅只用辽拳就能完成这样的操作。但是脚下王浩哲，哦，王浩哲在三个角度尽数被王浩哲转掉，那这样的话 A 区已经是在 BRG 的掌控之中，王浩哲的这个牺牲位有效果，王浩哲自杀了五杀 S， 而且后面两个是在五滴血的情况下能够再收两人，